大家好，我是差评。今天是4月14号，是我36岁的生日。哎呀，说起来真的是太难过了，都已经36了，跟这些小朋友们，然后人家把我叫哥哥，我心里面很忐忑，但还是很高兴。叫叔叔的还是叫哥哥？本来给叫叔叔了，人家叫哥哥，我就暗暗的就答应下来了。反正今天那个，我同学周少波，早上就给我买了个蛋糕，订好了，我下午去拿过来。之前呢，我就在打篮球的时候认识了我两个小妹妹，崔新月和崔新如。然后前两天我就给他们讲了，我说我过生日的时候，到时候你们过来。然后过两天我又碰到他们姐妹两个了，然后那个老大就说，我能带我的男朋友来吗？我说可以。结果今天来了这么多男朋友，所以还有我家隔壁的这个常贝女士哈，反正也过来一起参与一下，反正很高兴。就是消息沟通跟我们周家门前村是毗邻的，这边有很多姓常的人，其实跟我们常家门田的人都是家门，但是就是因为一个西干渠把两个村子给分隔开了，其实本来关系都是挺亲近的。今天过生日我也许了个愿，就不在这说了，说对，不说了。我希望这样的愿望能够实现，祝世界和平。好。